南韩男神朴叙俊以及女星韩韶熙自去年正式将携手合作出演惊悚剧《京城怪物》后，就引发双方粉丝们热议。不过该剧的播出日期一延再延，直到去年下半年才确定将定档于今年中播出，而且一次拍了上下两季，让观众们倍感期待。日前 Netflix 也将好几部新作品预告片放在一起，其中就包含了《京城怪物》。从预告片中可以看见韩韶熙攻击朴叙俊的画面，身手看起来非常敏捷，而他与朴叙俊两人手上持枪互抵额头的场面也相当帅气。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在剧中使用的美人计，他抱着朴叙俊靠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谢谢，朴叙俊随后还壁咚韩韶熙，两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对视，超级近的距离几乎是一低头就会亲到的程度，整仙组合令粉丝们激动直呼实在是太养眼啦，拜托赶快开播吧，真的等不及了呢。